珊珊，杨欣，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。高考结束了，我们在一起吧。你现在收了这花就失去价值，花还没谢呢，人就被甩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会是暗恋我吧？就这么不想看见我俩在一块儿？你还是那么不要脸。是，哎。看吧，你要是答应了，你就是其中一位。不得不说，小小年纪就是时间管理大师了哈。杨欣，你把我高珊珊当什么人了？不是，珊珊，活该！你竟然让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丢你，我饶不了你！我怎么样啊？你敢动他？放手！道歉。去哪儿？去赶我爸。走。我饶不了你们！我喂，阿彪，你们快过来，我被人欺负了。好像是那边传来声音，是我爸的工厂，怎么会提前了呢？怎么了？今天高考，我爸没去上班，他是去救援的。完了，还有二次爆炸，你带手机了吗？没带，考试不让带。我都拦住了，打了我还想跑，我看你们往哪跑。没时间了，想走没门。我现在没时间跟你纠缠。你让我当成那么多人的面丢脸，你现在不想纠缠了？你还要脸啊？你说什么呢你？滚开！你不会刚才这事给个说法，你哪儿也不许去，不许喝你的。你以为我现在还怕你啊？你又打我，我就没被人这么欺负过，我饶不了你。我怎么样？十一，快走！放开！十一，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哪儿跑？快跑！加油，十一，救下你爸爸。